上呢，就请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好不好？我们先有请，来，南方。我非常高兴这个艺人之家能够在马来西亚成立。我祷告这个艺人之家呢，是一个彼此扶持、彼此祷告的一个团契。愿神为我们开前面的道路。Amen。Amen。谢谢。好，来有请 Vic 张楚成。大家好。那其实我是在今年呢，今年才正式洗礼，因为之前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就是可以洗礼，真正的就是跟随主。那么因为就在一个很偶尔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的一家人突然间呢就接受了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也正式能够这今年洗礼。然后他们告诉我，就是在你洗礼过后呢，会有奇迹会发生。那我一直在等待那个奇迹，直到今天我等到了。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艺人之家呢，终于成立了。那 and we will pray very very hard so that all of us here we will spread God's word to everyone else, so for everyone out there. Okay, let's work out together. Amen. Amen.好，谢谢张楚成。再来就有我们这个执委之一，因为他是我们的 call member， 他忙到很累很累，他一直没有吃饭，一直很忙，一直在奔波。我们有请饶燕婷。今天真的感觉非常的不同，因为东坡第一神召会就是我的家，然后今天可以在我的家75周年的这个周年庆来到成立马来西亚艺人之家。这感觉更加的不同。那但愿我们这里所有的艺人，马来西亚所有的艺人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在世上的光和盐，为他做最好的见证人。谢谢。好，谢谢燕婷。再来，我们有你常在电视机看到的 Gary 叶俊成。Hello， 今天真的是很荣幸呢，可以成为艺人之家 Star Park 的其中一份子。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呢，可以。让我这个微小的人物呢，贡献我的力量，让更多人信奉主。谢谢，谢谢 Gary。再来，我们有你常看到他吃的喝假的艺人，我们有 Chris 许迪彦。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那今天真的很开心了，因为今天是第一神召会的一个75周年，然后又是我们艺人之家的第一天成立，是不是？所以算是怎么说，就是双喜临门这样子。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真的很开心啦，希望我们往后的日子呢，可以就是影响更多年轻人啊，然后带多一点年轻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荣耀神。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 Chris。 再来，我们有出色的小提琴家 Joanne Yo。 It is my pleasure to join this Star Park and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bless many and also to give glory back all to GodThank you very much. 再来，我们有沈小兰。Hey， 感谢神，我唔系第一次企喺呢个台，但系今日我有啲震，唔知点解，可能系即系呢个气氛，同埋咧我哋嘅马来西亚艺人之家咧终于成立啦，要感谢神。同埋我觉得咧，神放我哋喺唔同嘅岗位上边咧，系要做唔同嘅工作，但系一样都要荣耀佢嘅。系 ，Hallelujah。感谢主 ，Amen。我其实真的很感激哈，就是有这么多有心的人士能够让就是艺人之家在马来西亚成立。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也曾经回过香港的家，艺人之家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也曾经去台湾的艺人之家，而且真的是得到喂养。因为艺人呢其实是很可怜的一种职业，然后我们的职业上会有碰到很多很多心灵上跟情绪上的问题，尤其是艺人呢就比较叫做情绪化嘛，所以在属灵生命上常常也会跌跌碰碰。那么艺人之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疗伤跟让我们回家的那个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喂养。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怜悯，真的要很小心的有一个想法，就是神并不需要艺人，但是艺人需要神。感谢神，俾啲掌声，温丽明。多谢多谢多谢，因为就系话真系录紧音嘅，咁样样咧就系
嗰時候咧就發覺自己係冇可能趕得切㗎啦，就打俾阿 Jeff 啦，同 Jeff 講：喂，我可能今日嚟唔到㗎啦，由於咁樣樣。但係呢個咁有意義嘅嘢咧，我就覺得你哋自己搞啦，不如你唔緊要㗎啦，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咁到最尾咧，唔知點解喺錄緊音嗰陣，因為我係好多人一齊錄緊音㗎，有 sectionist 啦，又有 producer 啦，有幾個一齊做緊嘅。唔知點解，喂，我好似唔得啦，不如放低曬所有嘢。所以而家咧，所有嘢而家係等緊我，佢哋飲緊茶㗎啦。我而家走過嚟先，同大家見個面。咁陣間就要走翻過去再錄音㗎。Thank you. OK， 好。我們承諾，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將會更強大，會有更多的基督徒藝人加入我們眾星園。Let us give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r Park, home of artists ministry.